10月18日，遇见璀璨的你，路透照曝光，陈乔恩、金瀚正在拍摄令人心动的一幕，两人亲密互动，差点亲上。金瀚男友力爆棚，太撩人。40岁的他，搭档对象是最近势头非常火的26岁金瀚，两人站在拳击台上演对手戏。导演刚喊开始，陈乔恩立马进入状态，眼神凌厉地看着金瀚，不过立马就被金瀚一个翻身压制住，两人几乎是脸贴着脸，快要亲上。这个镜头一拍完，陈乔恩立马起身，金瀚也非常绅士地用手腕帮助撑住陈乔恩，让他安全坐起来。果然，看似暧昧美好的偶像剧版场景，在拍摄过程中也不是剧中那么甜蜜啊。金瀚出道多年，前前后后也拍摄了不少影视作品，去年凭借《倾城》这部戏有了些知名度，虽然没有大爆，但演技实力这块自然也都不容小觑。陈乔恩出道多年，是娱乐圈公认的偶像剧女王，出演过无数电视剧，年近40岁依旧有着很高的人气，但可惜如今现在已经40岁的陈乔恩依旧是单身。